没？是谁在这搞啥子？是谁在这里搞了？你那么大个了，你还玩啥子？谁？乐乐。乐乐在搞，那你干嘛要跟着他搞？你看你的鞋子都脏了两双了，昨天又脏了一双，今天又脏了一双。昨天洗的那双还没干净，晚上又要洗一双了。你自己洗吧。我不帮你洗的吧。看你一天到晚来踩沙子的。你捡那么多干嘛？捡给老师。捡来干嘛？捡给老师。捡给老师啊？老师要啊？捡宝石。捡宝石啊！我以为你捡给老师。这一个才是宝石。捡一点给我去养鱼好不好？不可以。给吧。鱼不可以吃。鱼彪彪会吃这个的，吃了会饱的。会，不会。你看你还要这样子，袜子都烂完了，脏完了。不跟谁玩？不跟你玩。嘿，我也不跟你玩。不跟你玩。谁再去搞沙子，你妈妈拿鞭来打你了，是不是？我妈妈来打你。那你拿啦。是谁挨打？那里面是我爸爸看的。刚才是谁挨打？刚才是谁挨打？他是你挨打。哦，我有玩具，我刚才买了好多玩具。在车上，在车上。你在哪买的？我问你肚子饿吗？有弄弄粥，你吃不吃？阿天。最近买了啥？你也没得吃啊？没啥呢。那也。你可走嘛？去，你走嘛？跟跟他关系。调查后啊，查后谁呢？在今天你在啊？外头。外头啊？没给你，你要查后在外头啊？你是不是个磨洋工呢？偷懒。路边来。路边啊？等我看看我的烧吧。干不干？干。干呀。今晚有几把好彩？警察。警察呀。去多练法门，我也在一起。玩具了，这么多。玩具了。玩具了。那接下去嘛。酸菜，酸菜。那没你拿姜够买没？一样。我以为你哪个买的。这就是腌酸菜这样腌的。不腌好了很甜很甜那种酸菜。拿去街上面卖敢不敢买？妈妈在这照亮。太烂了。太烂了。你今晚也没煮个糯米了，没煮它呢。把人家先。搞到烂。快辣肉！不，淋甘蔗，淋甘蔗吗？淋甘蔗，甘蔗，淋甘蔗，小雨淋甘蔗，小雨淋甘蔗。你帮我，不是，这我要，不要了吗？不要走，要不走。朱妹妹，今天老师给你顶呱呱吗？没有。没有啊。小雨，你今天得顶呱呱吗？今天被批评了。谁被批评？我自己。干嘛被批评？你不听话是不是？我爸不吃了，你砍得这么，你爸爸吃一个砍你的。你砍得这么长了，我要吃不完。
你抱我，好啊！我不敢顶，我好害怕，会扎到我手了。嗯。嗯。我的哪个是你？随便哪一个，两个都没吃过，你们两个哪一个吃？那你要哪一碗？我要这一碗。嗯。那我要这一碗。嗯，那你就要那一碗。那我还要这一碗。谁帮你们带的花？那我就要这一碗。谁帮你们带的花？那是他自己带的，我自己带的。自己带的。在哪？在哪里带的花？哦，人家摘两朵给小灰灰吧，给不给？掉了，好，快点吃饭。今天把这饭给吃完吗？嗯，要弄弄吗？吃不完了。吃不完也要吃。吃不完就不吃了。一点一点，没有多少了，好吗？你咬，我知道你咬的是两勺，所以我只要吃到半勺。